这个是平台推给我的，啊，有一对人呢，网红吧，就是跳舞，这个大哥身材不错吧，是吧？好像跳模仿那种斗鸡一样的舞蹈吧，这个男的女的在这里跳，这位大哥呢就觉得不舒服了，啊，说你这样子有失体统，啊，你这个。太为这个天津人丢脸了，哇，这个转发量挺高，评论跟帖也很多啊。这大哥就批评他说这个不庄重、不严肃啊，啊不够礼，叫什么？叫做这个非礼啊。所以你为天津人丢脸了。那我来谈谈这个，其实我真的我没有很大兴趣谈这个，这个不是很深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也是个挺严肃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去解决的话，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恐怕都要也要碰到一些个挑战，就是个群体权界的问题啊。你看这里评论了啊，说城管呢，天津的精神文明还要不要？哇，你看1500多个评论，啊，都是几十个赞。这些人让天津火了，中国无奇不有，是林子里什么鸟都有。当地文化监督部门怎么不管管呢？这个老百姓是法无禁止就可为啊，他跳跳舞你。他没违法，他爱跳就跳吧，是吧？你跳的不好看就不看就算了吧，啊，这个这位朋友这个言辞用的挺激烈的，我觉得可能都涉嫌对人的这个人身攻击啊，说这个女的这个孩子怎么样了啊，这个男的什么夫妻关系会怎么样了啊，说他的太太会出轨了，是吧？是这如何如何，这个用的这个太重啊，群体权界啊，要这个分不清楚啊，就啊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愿意我们心里想着那个世界来运行，就是你想着的那种道德论的东西应该要对着自己，那个公是有两部分啊，如果公的公众场所它所带来的给我的影响呢，一个呢就排除我花钱的，其实我所谓的我花钱就是纳税人花钱的东西，就涉及公权力了，那是一个公。还一个呢就是我没花钱的，比如说这两个人在这跳舞啊，他影响我了，他声音太大，那你就按照这个噪音的这个法律法条啊，你说他啊这个影响交通了，你就按照交通法规法条来判断这个事儿，啊，你说他这个有伤风化，这个就有点难度。比如说你如果他也是个佛教徒，你也是个佛教徒，你们可以去找大和尚给你们评评理，啊，如果他是个基督徒，你也是个基督徒，你们可以去找牧师评评理。其他的，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跳舞的有权利跳，啊，如果他也没违法，啊，那人家有权利跳，啊，跳的都不好看，那人家还是有权利跳，啊，那么别人说他不好看，能不能说呢？遵从言论自由也能说，啊，但是你不能越界，啊，你不能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个群体权界的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就有点麻烦，比如说宗教社会这个可能有点成立了啊， IS 啊塔利班啊这个可能都行，是吧？我觉得他违反教规了，我就啊甚至都可以绕过司法系统啊就处理他，谁喜欢这样的世界呢？啊，都喜欢到那种就你看漂亮国，就世俗的社会喜欢跑到那里去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东边的那个国家，就是它也是一个类似于宗教立国的一个地方，谁愿意跑到那里去生活呢？
啊，就是这样啊。群盲吗？乌合之众吗？幼稚吗？蒙昧吗？都可能有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希望啊，社会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啊运行。并且啊，这种这个自己的这种道德标准呢，我认为它也并非来自于他的自由意志，它也来自于他的道听途说的一些个东西啊，来自这个对他的这个教化的东西，他内心里面啊，他潜意识里面，他其实也不接受这个玩意儿，他反感这个东西啊，就是一辈子被束缚的这个躯壳里面，一旦发现有人突破这个躯壳。咱还不要说突破呢，那这岛好不好了，是吧？是真好是假好，不管呢，反正突破了，啊，我就这个对你有意见。有很多这种实际的这个生活经验都是如此。你看动画片都是拍的这个，啊，就是所谓的盒子里的人，说这一群人为一出生就套一个盒子在身上活着。这个后来的有一个另类，就说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套个盒子干什么呢？咱不套盒子不行吗？大家都用钻头砍他，是吧？丢他，你得跟我们一样，也得套这个盒子套在身上，啊，这个就不好。他跳的这个舞嘛，我也不爱看，是吧？其实我对整体的这个，广场舞我不是很赞成，但我有时候体验生活，我会拉着我小孩跟他们一起跳跳一会儿。很难融入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受到冒犯，跳一会儿感冒就跑掉。甚至我不太接受那种啊，一起跑步。我现在在深圳呢，我发现那个深圳的都有那种早晨跑步还要集体跑。深圳这个地方还不是最多，最多我发现在沈阳还打着厂旗，你那是工厂都倒闭多少年了？那些国营工厂还举着厂旗。那些个退休员工们穿着一样的服装，喊着一样的口号，哎呦天，啊，乌合之众，那乌合之众里面典型的这个表现就是这样的表现。虽然我内心里不是很喜欢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只要没违法，他有权利这样做的。啊，那你这个世界运行不是按照你喜欢这样子来运行的，就是，各自安好嘛。两方便嘛，是吧？人家没影响你走路，人家没影响你休息，爱怎么跳就怎么跳，是吧？人家跳一夜在那里，你管得着人家吗？我还发现有一个大哥，就是他那个迷恋跳那个广场舞，他可以迷恋成什么样子吧？我告诉你，他有的公园他规定，深圳这里有公园规定不准跳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规定好像也有点问题。这个规定你怎么出台的，是吧？这个。公园的所有人是谁？啊，你经过什么程序，你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个先不讨论了吧啦。就是这个大哥，那个保安边赶他呀，他边，啊，就是保安赶他，他要前面走啊。那个保安稍微走的这个不够力了，慢一点了，撵的慢一点了，啊，以前离着3、5米撵着走。慢慢慢，这公园很大呀，那个保安就走的就不是很尽力了，就离着20、30米了。哎，他放了那个音响，放在那里继续要跳。哎呦喂，保安又快走几步要追上来，哎，赶快弄着音响就要走。哎，走走走，走了几百米，那个保安可能又开始松懈了，是吧？啊，又离着什么4、50米远了，100来米远了，他又放在那里又要跳，他都迷恋成这个样。这个跳广场舞的大哥，这是成为一种信仰啊。邀请我去参加他们这个活动，他们是这样，他们聚在一起啊吃饭，然后呢卡拉 OK 呢，深圳这里有很多卡拉 OK 啊，他在这个白天这个场啊极便宜，他们就是到那卡拉 OK 里面去唱歌，啊，就这么玩儿。还不行了，还不过瘾了，还得要去个广场舞呢，跳广场舞啊。有人说啊，说这个艾滋病最高发的是在啊
广场舞群体里面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注意吧。那好了，说了这么多这个跳舞的这个问题，那么谁离的自由意志更近呢？是这个大哥更近啊？这个大哥好像是个道德卫士，好像是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还是这些个所谓的出丑的人更近一点呢？我觉得哈，有可能被启蒙的、离的自由更近一点的啊，可能是在这个群体里面，那是可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大哥离得可能更远一点啊，虽然那个艾滋病也挺多的，也挺可怕的吧。这两种状态都不是我很喜欢的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视频会不会推给天津人看。我发现这个AI 计算真的是非常厉害，是吧？他竟然可以知道我是个天津人，是吧？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个天津人？这个平台才注册了一两天啊，我就觉得银行密码是不是他都知道？这些个家伙们是吧？很容易的，比如说你这个平台你设计什么密码啊？另外不是有人说吗？说你把手机关了，他都在监听你啊，就是说把他的软件关了，他手机断电可能他就完了，他就没办法监听你了。